家用清洗干净后把它砍好。鸭肉砍好后，把它清洗一下，要捞出来沥干水分。鸭肉沥干水分后腌制一下，放一些盐、生抽、蚝油、米酒，搅拌均匀。放些淀粉。花生油，接着搅拌均匀，腌制一下。锅烧热后放一些油。鸭肉这样做真的很香，很好吃。